哦，法师，各位居士，阿弥陀佛，哎，阿弥陀佛，哎，好，那么咱今仔日要讲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经文的第26页，啊、哦，第26页。好，那么这个时阵，圣禄呢，第三行者，圣禄过来问鬼王无毒，讲地藏呢何在啊？地藏到底是伫倒位呢？是安怎存在的呢？那么无毒鬼王呢，就回答讲：哦，三海之内呢，都、就是大地狱啊！在这个三重的大海当中呢，属作大地狱。那么这个大地狱呢，基数呢是百千啊，各个差别。那么数量是非常的多哦，是数百数千啊，这样啊多。甚至呢，每一个海拢无啥共款，拢各有差别啊。那么所谓这个大者呢，就是因为这个上界大的呢，拢有18个大地狱。那么其次呢，第二种的，500个这个较中的地狱。那么这中地狱嘛是共款呢，拢是苦毒无量的，非常的痛苦，那么嘛是这个苦毒无量的了那么个基础呢，个有千别啊，那么嘛是共款无量的苦。所以咱讲地球上界大的特色就是苦，除了苦以外，要是苦啊，无别项，一点啊乐受都无，唯有苦受，只有苦受哦，没有其他的，除了苦还是苦啊，那么，所以呢，圣禄呢，过来问大鬼王公。那么，我的母亲呢，死以来呢，并无偌久啊。那么，唔知影伊的分神呢，到底是伫倒位？当至何处啊？那么，鬼王呢，问圣禄公啊。那么，菩萨之母，你在生的时阵呢，是惯系甚物款的行业？唔是行业，唔是讲伊只是做多一种生理，唔是哦，是伊的行业，伊所行，那么自然就变作业力嘛，伊所行所做所为，究竟是啥？那么圣禄呢，就回答讲，我的妈妈呢，就是邪见啊，主要你看伊这个邪见强调几多遍，伊的根源是毋是在邪见啊？就是见解上的错误，所以呢，伊个啥机会三宝嘛，那么诽谤三宝，那么有当时啊呢，邪邪渐信，旋又不见啊，有当时啊可能经过这个婆罗门女，甲伊劝诱的关系，那么加加减减呢，短期间伊可能还阁小可信一下，但是呢，伊应该是俗世。诶，习惯性，毕竟呢，要是邪见的关系呢，非常难纠正。所以咱讲，咱要纠正咱的信用，必定爱为啥正知正见来下手。正知正见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代志，因为咱的知见是咱的引导者嘛，对吧？咱的意业、咱的想法是不是引导咱的心业甲口业啊？对吧？所以呢，往往拢是伫这个意业上的这个见解，一定要调整和正确，那么咱的心业就会正确，口业就袂乌白做，就袂出这种恶言恶语啊、奇异啦、啊、种种哈、所以呢，伊旋又不见，就是无偌久，好不容易甲囥囥的哈，甲伊苦囥，那么会当尊敬三宝，但是时间非常的短短啊，很短。所以呢，伊无偌久呢，就阁无伫家己信道呢，所以呢，伊这个虽然死去以后无偌久，伊这个家在伊这细水日浅呐、要是叫浅的日子，因为伊打死以后，这个婆罗门女都非常的要紧嘛，不断去寻找伊的妈妈到底是伫倒，到一直想要家己救拔啊，所以呢，伊其实啊死无偌久而已哦，那么一直唔知影伊到底去到倒位，所以无毒
鬼王就甲问讲：“啊，那么菩萨之庙呢？你到底是姓什么姓啊？你的姓名啊？你的姓名如何？唔到法度吹呀、啊？”哦，那么姓陆的回答讲：“啊，我父五父五庙呢，拢是婆罗门众，哦，拢是阶级非常高的婆罗门众，哦。那么在印度婆罗门是上界尊贵的。”尊贵到什么程度？有当时国王、宰官、将相拢也不如。吼、哦，伫印度是宗教第一的。吼、哦，这个国王也不如一个婆罗门啊。吼、哦，因为咱讲国王啦、啊、宰官呢，这拢要算差第二种而已哦。吼、哦，所以因有四个阶级。吼、哦，为婆罗门是上悬的，第二就是叫做差第二。吼、哦，第三呢，吼、哦，叫做吠舍。吠舍就是那个准咱百姓，吼、哦，士农工商，佮上尾就是奴隶，奴隶啊，哦，奴隶，哦，就手陀罗，啊、哦，四种阶级。所以一旦讲我是婆罗门路，迄是上界悬的阶级哦，比这官员拢佫较悬，吼、哦。所以讲我的爸母拢是婆罗门，哦，而且伊这个中间呢不容易通婚，哦，所以呢，伊。爸母拢是婆罗门众啊，哈。那么伊的爸爸呢，叫做悉罗显现；伊的妈妈呢，下边号叫做月地利。哦，那么咱这无啥关系哈，因为这拢是印度翻过来的名称啊。那么咱常常会想讲，咱这尼啊方便读这个经文哦，有当下咱会袂记讲佛经是为印度来。因为翻译了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往往拢是这个名在翻的，是因为无法度翻到完全咱中国话，哈、哦，而是在想着讲啊，这是为印度来的，哦，所以咱真正爱感谢翻译大师啊，对不？哦，所以咱讲啊，地藏菩萨《本愿经》的翻译大师是啥？实差难得，哈、哦，咱真正爱感谢伊，哈、哦，好，咱来念开这尼啊顺，咱唔要去学迄个梵语啦、巴利语、哈、哦、巴利文，哈、哦，无得真正咱若无这尼侪佛经，哈、哦，咱要读佛经是足困难的代志，对不？都爱去学梵语啦、巴利文啦、啊，种才有机会呢，哈、哦，所以咱伫这真正足感谢，哈、哦，翻译大师哦，哈、哦，好，那么五毒鬼王呢，哈、哦，今日合掌甲这个婆罗门路，哈、哦。去菩萨，哈，就是来合掌对菩萨，哈，婆罗门路呢，伊拢甲称作菩萨，因为伊嘛是相当有愿力，才有可能来到这个所在嘛。哦，伊讲啊，那么愿圣者呢，却返本处啊，哈、哦，你今日转去吧，哈、哦，这个所在地界之所呢，毕竟唔是你久留之地啊。对吧？你无袂用，你伫遮停留太久咧，哈、哦。那么你回去厝诶以后，你唔通伤过头诶，这个忧郁悲乱呐，哈、哦。因为这个已经往生，已经死亡，都已经死啊，哈、哦。那么你唔通啊，遮尼啊悲伤，哈、哦。那么月地里呢，坠入升天以来呢，仅仅呢三日啊，哈、哦。也就是讲哦，这个月地里呢，其实这个鬼王呢。听到月地里这个名号，马上就知影了，哦，因为鬼王都是伫管这些心细的，诶，这男众女众罪人嘛，所以伊就知影讲，哦，月地里伊本来是一个罪女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已经升天了，哦，竟然已经升天了，而且呢，三日前都已经升天，哦，好、哦，一到今仔日来讲，已经三天啊。哦，那么是安怎会当安尼呢？就是因为伊有一个足有效的惊诶后代，惊子世世来为庙设供修复的关系啊。哦，所以这福报是原来真大嘞。哦，布施甲花定自在往如来的踏实的关系啊。哦，而且呢，唔那是菩萨的妈妈会当。得脱地狱，哈、哦，应该呢，所有的这个无间的罪人呢，在迄天，哈、哦，在伊升天的迄天呢，哦，共同有这种的福报，伊变作福音同一日的哦，敢那福音迄天的人，迄天的罪人，
甲第二天、第三天是不是同款？哦，搁足侪侪人，搁来到这个所在啊！咱众生足侪嘛，吼、哦，只要是作恶的呢，拢会堆落遐嘛，吼、哦。所以迄天，吼、哦，迄初日，迄天的所有的这罪苦的众生呢，拢悉得受乐啊，激动生意啊，吼、哦，已经拢受到福荫，那么嘛，同款对这个月地里升天去啊。吼、哦，已经升天去啊！哦，那么咱会想讲奇怪啊，既然伊甲做遮尼济恶报，已经堆落地间，哪有这个福报通迄落啊？咱讲咱所有的这个业力吼，唔、哦、是完全绝对的恶。咱伫恶当中呢，其实嘛有善的部分，但是咱讲大善人嘛唔是完全的善的，是不是嘛会当有当下嘛起烦恼啊？吼、哦。那么咱讲哦，足侪年前迄沉浸心无，哦，简直真的纯迄种人，真正是对地界迄是无啥哈，没有什么疑问呐、啊。但是咱讲伊个心情呢，是不是原来有对因到某囝要去善念啊？哦，所以唔是完全绝对的恶，哦，并唔是完全的恶。所以呢，是不是会当伫迄天吼、哦、有迄个福报？来对这个月地里同款升天，那么迄天，吼、哦，同款迄个罪人啊，伊家己本身原来迄个政治内底有善的部分，才有可能相应，才有可能拄啊好伫迄天，哈、啊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同款咱家己本身爱有善的政治才有机会哦，吼、哦，但是咱如果咱的第八意识内底有恶的政治呢，同款会去感受到恶报。哦，这嘛是必然的。哦，所以咱讲，咱的业本身呢是复杂的，是非常的复杂。那么咱经常的起烦恼，但是呢，咱讲，哦，伫起烦恼的时候，咱来今日念佛，就是伫转恶为善嘛。哦，所以咱念佛的这个功夫是平常时时时刻刻应该爱养成的，才袂让咱的梦想烦恼不断地滴落去。哦，咱愈想愈多呢。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如何踩刹车啊？今日念佛，今日念菩萨的名号，才有法度刹车。无你，无咱吼，真正吼，哦，来去烦恼是愈去愈大个，敢那滚雪球，愈想愈多，足歹回头的。哦，所以咱平常时，哦，不管讲啊，咱究竟是不是要往生净土，这个都还是其次的问题。但是呢，咱每一个佛弟子啊。哦，咱是不是会当有这种善根？其实呢，咱本身有这个佛的种子是非常的要紧。哦，随时随地啊，无咱拢是伫遐打梦想，伫浪费生命呢。如果咱也是念佛，都袂浪费生命。咱拄好利用咱的生命来安怎来念佛，来种这个善的种子嘛。啊，这善的种子，什么时阵会当用？哦，好，亲像讲啊，众人讲坠落地宫呢，嘛要有机会得救啊。如果咱若一点仔善的种子拢无呢，那么就真正真困难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咱就知影讲，其实呢，有当时迄福报原来会当庇荫，但是这种庇荫唔是拢靠外力，吼、哦，是靠咱家己本身嘛，爱有迄个善的种子是非常要紧，才有机会相应，吼、哦，才有机会相应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无毒鬼王呢，讲煞以后呢，伊就合掌而退啊。哦，咱伫这个地角岛，而且一定伊是官员同款啦，是不是？伫管呢，吼、哦，咱嘛非常有礼貌，哈、哦，合掌而退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个婆罗门女呢，就好惨就面盲安尼，搁醒起来，哈、哦，身如梦归啊，好惨就敢那面盲同款，哎，结果一醒开始嘛是伫厝的啊，哈、哦，同款伫厝的，那么。好，那么婆罗门女呢，就好惨像梦安尼醒起来，发现家己还是伫厝的同款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拄我所讲的这物件，唔是面盲哦，并唔是面盲，哦，只是呢，伊去照这个定景，那么人真正去，吼、哦，真正去。所以呢，一讲，吼、哦，真正去。所以呢，一讲我到这个代志以后呢，那么伊就便依这个定，甲化定如来。王如来，吼、哦，教化定自在王如来的这个踏上进前来
发愿啊，发丰盛的愿，吼、哦，发迄个大愿啊。因为发现讲，唔来会当救我的母幼亲呢，连迄天所有的罪苦的这众生，是不是嘛受到福音会当起嚟啊？哦，所以就发这个大愿，讲愿我呢尽未来劫，应有罪苦众生呢，会当广设方便呢，殊令解脱啊！哦，伊愿意尽未来劫，未来劫有有尽无尽啊，是无尽的呢。哦，咱讲是无一个端点的。咱讲成佛以后嘛，不是个停止啊，不是哦，还是继续的。哦，咱为这个竖线有没有？伊也是一个箭头，这个箭头的标识也无端点，所以尽未来者是无量无限的。哦，所以讲伊是尽未来者。吼、哦，永远无一个终点，无停止的吼、哦。那么应有的所有的一切，做个罪苦的众生吼，因为应在所有的罪苦众生呢，伊拢要来广设方便。伊对个妈妈是不是广设方便啊？所以伊用这个缘起来发这个大心，吼、哦，来广设方便呢。吼、哦，一定以等是等是所有的众生。都如同因的妈妈同款，对吧？啊，那么咱讲，如果咱有无数劫以来的过去世，咱有无数的啥过去世，是不是嘛？是有无数的爸母啊？有无？有，哈、哦。那么咱所认识的，是不是只是咱这世的爸母啊？那么咱要搁有无数的啥未来世？那么是不是同款？咱以后嘛会讲会当搁？和无数的父母搁结缘啊，所以伊佛教呢，看待所有的众生，拢如同咱的父母同款。这都是一个慈悲心的扩大，是不是？哈、哦，所以就是讲，咱如果只是咱这世呢，那么因这个眼光太短浅了。哈、哦，咱会当扩大的时阵呢，所有的众生拢有可能是咱的父母。不管是过去世或者是未来世，是不是拢有可能啊？哦，所以伊用这种的心，希望会当对所有的罪苦的众生拢会当广设方便。哦，所以地藏菩萨伊是用种种方便、宽卡、变通的方式来度脱众生，尤其是受苦的众生，是因为伊的妈妈，哦，伊造恶的关系啊，所以伊特别眷顾，哦，特别安尼地心地意在做。造业的众生啊，吼、哦，那么希望这造业的众生嘛，有机会当安怎解脱，吼、哦，那么教化定自在王啊，这个佛就是啥释迦牟尼佛，即马得阁回到释迦牟尼佛来啊，吼、哦，那么伊头前这所讲的呢是地藏菩萨的过去世是教化定自在王如来，对不？所以即马即阵的佛，吼、哦，是释迦牟尼佛。就来甲文殊舍利菩萨讲，吼，讲这个时阵，哈，鬼王无毒者呢，那么就是当今的在修菩萨啊，哦，过去世伊是啥无毒鬼王，那么伊佛陀讲经的时阵呢，这位无毒鬼王已经成为在修菩萨，哈，那么婆罗门女者呢，即是啥？地藏菩萨啊，哦，那么这就是第一品，哈、哦，第一品到这为止。那么咱讲第一品，就是伫这个经文当中三分的什么分啊？序分，哦，这个开场白这么样子的长，但是呢，这往往就是让咱开发咱的啥好心，唔那好心，搁把这种好心扩大。哦，为着要度脱妙亲的这种的这个缘起呢，那么来度脱所有的啥罪苦的众生，哦，所以这就是属这个续分的部分，哈、哦。那么咱第二品，哈、哦，第二品呢，在咱的这个科判表，哈、哦，就是进入啥正宗分，正宗分，正宗分当中四哈、哦、四个主题来对第一个主题。明能化之主啊，哦，甲咱说明，哈、哦，佛陀呢，甲咱说明地藏菩萨，
就是莲华之主。哦，因为地藏菩萨经呢，主角就是地藏菩萨嘛，对不？哦，所以呢是第二品，哦，做分身集会品，哦，分身。哦，所以咱讲是不是会当分身呢？其实呢，拢爱二大二乘机劫以上。哦，是不是会当蒙佛受记？哦，蒙佛受记嘛是第三第二代二乘机劫圆满的时阵，必然伊一定会成佛，是因为咱第七意识的啥杂染已经解决，只是把伊的过去迄个杂染的种子爱甲出清就好了。能够把它出清出去呢，就是成佛了。哦，伊个是卖无任何的杂染嘛，对不？但是如果咱的第七意识本身是杂染的时阵，不管你善的种子落去，嘛是杂染的善种子；恶的种子搁落去呢，更加是杂染的上恶的种子。哦，所以咱讲，咱的第七意识的这个杂染是咱一定爱去解决的。但是咱搁无法度直接为第七意识来下手，咱爱为啥？第六意识，对不？会记无？哦，第六意识先下手。咱即阵啊，是不是伫下这个功夫啊？啊，不断来说服咱家己。哦，观念会当改，那么咱深的这个熟习性的这部分才有机会通改，哦，所以先为咱的第六意识，哦，先解决，那么第六意识呢，会去影响到咱的第七意识，哦，才有可能转杂染成清净啊，哦，好，那么会当分身，就是这个第七意识的啥杂染已经拢解除了，经过一代二乘机劫，就是第二代二乘机劫，其实都是。哦，咱的这个第七意识的杂染会当消除掉，哦，所以就会当安怎呢？分身，哦，分身无数亿，哦，能够随处祈求随处现啊，哦，好，所以第二十九页，哈，哦，这个时阵呢，八千万亿，哦，是非常多、非常多、非常多，不可数、不可计、不可量、不可算，哦，无量二乘机的世界。所以这二乘机的意思就是无量无数的意思，哦，这样你要这个世界呢，所有，哦，地狱处的分身地藏菩萨，那么寄来集在道理天宫啊，哦，那么这就是你讲地藏菩萨的所有的这个分身的地藏菩萨呢，拢来集在这个道理天宫来，那么。地藏菩萨是不是无量无数的分身啊？这分身呢，尤其拢去无量无数世界当中的啥地狱所。这个时阵，因为佛陀咪讲经说法，咪来介绍地藏菩萨，所以呢，请这分身拢转来道理天，哦，那么来和释迦牟尼佛介绍地藏菩萨，哦，所以咱讲地藏菩萨伊是不是分身无量无数啊？哎，只要最苦的众生哈，对地藏菩萨有所求呢，那么地藏菩萨必然有所应。但是咱会想讲，啊，唔知有应好啊无？是咱家己信心不足，是咱的虔诚无够，是咱的频率没有转准啊！啊，这是咱的问题哦。咱菩萨人是随时随地拢伫应付咱的呢。哦，啊，咱若安尼多接电接无着嘛，无法度调频调不对。佛陀哈，地藏菩萨嘛无法度呢，哦，所以咱平常时都爱有这个调频的能力，哦，不断要去练习啊，哦，不断爱练习，哦，咱平常时持佛号、持菩萨的名号，唔免讲持足侪足侪种，那有当下会贪心呢，讲地藏菩萨敢有够，咱就过来持观世音菩萨，安尼想想都无够，咱阿弥陀佛嘛大家持，想想啊，哎呦师傅，咱嘛较持，持到一大堆的时阵，哇！为难，吼，哦，在在下的时候，我唔知要念到一个煞，家己都硬去哦，未赴，哦，所以只要一尊就好。但是，纵然咱即马伫讲地藏经，我嘛未讲各位一定爱持地藏菩萨名号，唔是哦，哦，我嘛一直讲咱家己爱，吼，哦，问咱家己究竟甲倒一个佛菩萨有缘，哦，纵然讲你持观世音菩萨。
那不要紧啊，你吃阿弥陀佛嘛，真好啊。咱嘛是各家熟悉一位大菩萨啦。哦，熟悉这大菩萨，拢是予咱会当学习啊，对不？哦，咱一定有足自私的部分。那么如何会当发大愿？咱拢有家己的父母，但是咱有友好家己的程度也无。咱是不是会去惭愧的心啊？对不？拢是一种的学习，但是一直劝大家，就是讲啊，咱一定要去找家己一个契机的符号，是真要紧哦。只要持一准就够呀。哦，啊，持哦安尼足准的，足明显的。哦，这是咱的功课，每一人的功课，随时随地哦。哦，是随时随地爱去用功的，哦，来丰富咱的生命，唔是浪费咱的生命。因为咱若唔知影通安尼持，咱一直不断咧打梦想、起颠倒，迄是浪费咱的生命，无采咱是一个人，对无？咱果是遮尔啊有善根的人，哦，那么如果来搁一味的只有知道伫打梦想、伫起烦恼，那真正是浪费生命，无采。到时呢？哦，咱终哦终究会临终，入宝山空手而回的，都真正太无彩了。哦，咱得到人生就好，参像一宝山同款呢。咱来好好利用咱这座宝山呢。哦，咱这座宝山呢，哦是无量啊，这个宝藏。这无量的宝藏，就是咱有能力去学。哦，有能力呢，来学咱呢，好、哦。在善根福德因缘，吼、哦，用咱的善根和佛菩萨会当相应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呢，嘛是咱这世较重要紧的功课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经闻法，唔呐听闻哦，是爱做功课的，爱去实践的，吼、哦，好，那么第29页哈、哦，第四行者，哈、哦，那么拢在分身的地藏菩萨拢集会来到。道理天宫，那么就是因为如来有心力的缘故呢，所以呢，伊拢用种种的方面含这个种种的这个解脱为这个业道出来的，而且众生呢，嘛是同款各有百千万亿，哪有他所？哈、哦，就是讲，那是分身的地藏菩萨，啊、哦，比这地藏菩萨所救不过。哦，嘛是有八千万亿的这个哪由他所，哪由他数嘛是无量无数。那么，因拢共同呢，持香花来供养佛德，哦，供养释迦牟尼佛。那么，比诸东来顶辈呢，拢是哈，即、哦、当这来的呢，唔那是佛德，唔那是地藏菩萨莲华之主，要有比伊所度化的即根基的众生，对不？好、哦，所以这东来的这顶辈呢，拢是因为地藏菩萨教化的关系，哈、哦，那么拢会当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人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成佛的佛果。那么也就是讲发大愿，我们成佛是发大愿，因为每个成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过程非常的久长，对吧？这种孤等，如果咱来遇到逆境的时阵呢，咱就足容易退得心嘛。所以会当不退，那么嘛爱下相当的功夫呢。哦，会当不退，就是讲我有逆境，我嘛是不退。哦，有逆境那是我业力的关系。哦，所以讲，唔是学佛以后就应就保证各位拢平安顺境，拢无代志，唔是哦。哦。学佛上界可贵的所在是讲，咱拄到逆境，知影安那转化，那么迄是智慧。哦，在逆境当中，愈甲我考验，我愈要信佛；愈甲我考验呢，我共管哦，要甲佛法呢当作我生命的这个主轴。咱去寻找到我们生命的主轴，那么在生活上呢，难免起起伏伏嘛。对不？哦，难免起起伏伏，但是生命这个主轴上面呢，是非常深而广，哈、哦，深而广的这条道路呢，咱本身爱好好去挖掘的，哦，那么在会当有可能呢，永不退转，哦，所以咱道心爱安怎爱坚固，哦，道心的坚固呢，那么嘛平常时都爱下功夫，
哦，平常时下个功夫呢，上个基本，我不断一定一直拢讲爱好好啊念佛，或者是菩萨的名号。哦，迄拢是咱每一工拢会当精进的，拢会当捡一寡懒懒散散，咱伫起梦想。哦，咱的梦想好亲像啥杂草共款。哦，杂草除了搁除，伊搁走出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咱紧来种花，种花。花蕊若多，杂草就少。咱免讲一直伫遐除杂草，咱颠倒变过来，紧种花，紧种花，啊，就是啥？念佛，念佛，念佛。迄杂草自然少，梦想自然少，颠倒自然少。吼、哦，所以咱的念佛好亲像伫咱的心田当中呢，不断地种美丽的花蕊、庄严的花蕊，迄偌好嘞，对无？咱免讲哦，一直伫遐满迄杂草，免。好好啊，念佛就是伫遐种花蕊同款，吼、哦，让咱的心田当中充满了这庄严的花蕊，吼、哦，那么这庄严的花蕊随时拢会当来用呢，吼、哦，甚至咱万一来对来地界嘛有通救啊，吼、哦，才有当有机会通出离哦，因为地藏菩萨拢伫遐等啊，吼、哦，只要咱有好好的有好好有这花蕊，就有机会都会当相应。都唔惊，唔惊，吼！但是这唔惊，唔是讲我做哦多端都无要紧，唔是安尼。迄是讲万一啦吼，咱宿舍以来嘛唔知道是唔是有做真恶嘅，其实是还不至于，因为咱会当唔那做人，佫是伫台湾嘅人了。遮尼啊富裕嘅所在，唔那富裕呢，咱是啥？佛法遮尼啊兴盛嘅时代呢？吼、哦，咱真够选时代吼，真够选地点呢？啊，其实不是咱熬算，是咱足有善根的关系。吼、哦，是咱第八意识的经济当中有非常多的这善的因缘经济的关系，所以咱才会留生伫这个所在。无，同款偏偏伫这个世、这个地球当中，是不是足侪所在要是拢是饥饿的状态啊？食都食袂饱的所在是真多呢。吼、哦，听伊讲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一直处于饥饿状态。咱是食到拉天去啊，对不？哦，咱食到安尼伤过富裕，所以咱爱珍惜福报。哦，爱珍惜福报是足要紧的。咱如果老福报，咱会当过去救济搁较济的人，咱嘛是伫修福报。哦，所以有一个比例，比如吼，互我嘛足大的一个影响，讲如果咱有100斤，吼、哦，100斤的这个种子啊，迄、那个稻米啊。咱若食10斤，就减10斤；食10斤，就减10斤。如果咱会当把其中10斤摕出来，安怎？今麦阁种，咱是永远食袂了。吼、哦，咱有诶福报呢，那用就会消失，用不断消失。但是咱爱善用咱诶福报，阁去种，吼、哦，阁去种田，迄就是在耕耘福报，耕耘福田呐、啊，吼、哦。将咱的福报呢，今麦阁提出来，吼、哦，去耕耘，吼、哦，去种福田是足要紧的一件代志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因为地藏菩萨的教化呢，吼、哦，那么使咱嘛，希望咱会当永不退转，永远生生世世以成佛为咱的目标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愿呢，吼、哦，这是真正非常大的愿，因为这是非常久长的代志，这是根本安尼。几乎是看不到尽头的，但是咱有迄勇气，吼、哦，会当往这个方向来迈进。那么这个勇气为什么来啊？为智慧来，是不是为智慧来啊？哦，但是过程当中一定要修福报，哦，咱才有机会不断有合佛的福报因缘哦。好、哦，好，那么施诸众定呢？咱讲，咱这众生，其实呢，咱九万劫来呢，拢是流浪生死，有无？吼、哦，这个流浪生死，因为是安怎用流浪，好参像流浪汉，吼、哦，无家可归，搞不清楚生死怎么回事，就是流浪生死。吼、哦，如果咱知影生死是安怎的一回事，外地行菩萨道呢，那么咱就是。流转生死啊，就不是流浪生死哎、欸。哦，咱赶快爱生生世世，生死生死生死，但是咱是清楚的，是明白的，对不？咱是愿意的，哦，因为
颠倒利用这个生死，才有机会行菩萨道。哦，才有机会和众生斗阵。哦，才有机会呢来共同面对咱的忧苦，对不？因为透过忧苦，才有可能修福报，发慈悲心修福报。所以流浪生死跟这个流转生死是无同款哦。哦，如果咱来行菩萨道，就是伫流转生死啊。是清澈的，是明白的。流浪生死是糊涂的，是被动的。哦，流转生死呢，是咱家己愿意的，是发大愿的。哦，愿意生生世世来累积咱的福报因缘，来累积咱的啥地位的经济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咱讲大部分的众生，哦，会当讲救援劫来都是伫流浪生死，啊，未踏上成佛之道。拢伫这个菩提心进前的代志，哦，还谈不上踏上成佛之道，所以或者流浪生死嘛。那么流浪生死的情形之下呢，就会落到受苦、渐无休息啊。哦，在六道当中呢，不断轮回，被动的、糊涂的，哦，受业力所牵引。哦，那么呢，这种的苦呢？是无法度休困的，因为咱无智慧通休困。咱如果有智慧呢，有机会休困无？放下万缘就会当休困一下，是不是安尼啊？哦，放下万缘去打一个佛七的，放下万缘来打一个哦禅七，那么就是一种的休息。好好啊想想想家己，好好啊知影安怎来用功。是不是会当暂时休困啊？嘿，有智慧才有机会哦。啊，无智慧就直直胖，直直胖，当时嘛安尼胖，当年嘛安尼胖，当世嘛安尼胖。无一个通安尼小安尼停落来想看卖咧。哦，那么就是糊涂的。哦，所以只要来佛教行善的所做兴盛的地方呢。咱想要学佛非常的方便，只要放下万缘，对不？哦，平常时拢爱去参与，再习惯。那么，小寡来时间较长的所，迄个活动，咱咪当去参加者。这种嘛是伫甲咱训练，看咱放得下，甲放未下。好，为两天的开始，到七天的，到一个月，慢慢又要等。啊！但是爱甲家庭爱处理要好势哦，哦，爱交代要好势，哦，那么试看咱是不是会当放下？第一届、第二届可能，迄个手机啊拍拼直直卡、直直卡、直直遥控，迄就是还袂放下。哦，甲手机啊都可以甩掉，我七天就是七天，迄就比较较放下哈。啊，这嘛是伫训练咱，中午有一天是永远离开咱的家庭。那迄阵啊，走得比较潇洒一点呐，啊，要牵肠挂肚安尼开也断袂去，啊，搁安尼艰苦坐挂，但是无断开搁袂煞哩，哇，迄个真正艰苦，还会起烦恼，会起颠倒呢，会影响到咱后世去的所在哦。所以咱平常时都要训练有素，哦，要训练有素呢，哎，那这种训练是靠平常呢。哦，那因为咱唔知影无常什么时阵会到，唔知影，所以咱平常时代一定要不断来培养咱的正知正见，就是安尼。什么会叫做正知正见？要正确的因缘的观照，对缘起要非常正确的深深的观照。哦，所以咱讲是不是当放下万缘，迄嘛是对因缘的观照呢？你再放一下。哦，不然咱真的放不下，因为咱执着嘛，所以咱烦恼嘛，所以咱起颠倒嘛，所以咱轮回生死嘛，咱流浪生死啊。哦，如果是一个菩萨呢，那么伊是清楚的，是随时会当放的。哦，伊是有慈悲的，伊是有智慧的，对不？那么安尼的生命就非常有价值，非常有意义啊。那么这拢是咱每一个众生所可以做的事情呢，只要咱愿意，只要咱的脑底
哦，咱的智慧能够开启，咱透过听经闻法开启咱的智慧的时阵，那么这些东西咱每一个人所可畏的部分啊，好、哦，好，那么第三十页第二行这里哈、哦，因为呢，地藏菩萨的广大的慈悲，哦，伊的这么啊深的这个誓愿的缘故呢，所以呢，各歇各尽，啊、哦，各获果证，就是这咱这。轮回生死、流浪生死的这些众生，哦，在六道受苦、暂不休息的这些众生呢，拢会当因为地藏菩萨，哦，伊的这个慈悲，伊的这些深的愿力的关系呢，嘛是同款有机会会当安怎，唔那救拔因出来出离这个苦轮啊，甚至拢要会当透过修持而证果，哦。所以呢，那么既然已经到这个道理天宫呢，吼、哦，咱这所有的众生呢，拢非常的欢喜，吼、哦，来瞻仰如来啊，吼、哦，会当看到释迦牟尼佛，那么目不暂下，吼、哦，这个眼睛都舍不得离开啊，吼、哦，那么这个时阵呢，释迦牟尼佛世尊呢，都将伊的这个金色的手臂啊。哦，这种金色的手背呢，来摩顶啊，那摩什么会呢？八千万亿，不是讲摩一个人的头，那就简单啊，唔免用金色币，用咱的这个肉体就会当摩。哦，但是释迦牟尼佛呢，是用于金色的这个手臂，哦，是摩八千万亿，是无量无数的。不可数、不可及、不可量、不可说的无量阿僧祇的世界呢？以世界来讲，就是无量无数的世界。那么无量无数的世界当中，每一个世界拢有无量无数的分身的地藏菩萨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这所有的这地藏菩萨、诸分身的地藏菩萨、摩诃萨的顶、摩顶、摩地藏菩萨、摩诃萨的顶。是无量无数的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的这个头壳顶呢，因为伊佛陀的这个高位是比菩萨更加高，所以会当解摩顶。未用你讲菩萨来摩佛陀的头壳顶啊，就错了，对吧？哈、哦，那么伊佛陀来摩菩萨摩无量无数的分身的地藏菩萨摩诃萨的顶，那么礼作是言呐。哦，来个所有的这些分身的地藏菩萨、摩诃萨，哦，来讲讲，我以这个五浊恶世啊，哦，这个牟尼佛就是伫这个五浊恶世咧，来教化如是的恭敬的众生，咱拢属恭敬的众生嘛，非常的顽固、顽固，对吧？咱自以为是，所以就非常的刚愎自用，所以咱拢属这个很刚强的众生。啊，那么这样啊，恭敬的众生。为哪里下手啊？为心来下手，哦，为心来下手。如果咱的心会当雕厚，会当柔软落来，那么咱外表就袂遐尼啊刚强，是不是？好、哦，所以乎咱的心会当雕厚落来，会当下邪归正啊，甲邪低邪见会当下离，建立咱的正低正见。好、哦，那么。十有一二呢，上恶邪在啊，就是讲，你这十个当中，可能要有一两个吼，真正无法度教化，迄个恶的习性太厉害了，宿舍这个吼，伊的这个主要就是啥，伊的第七意识的这个杂染吼是乌嘎嘎，无唔是一时中间会当去甲化解。咱讲冰冻三尺啊，非一日之寒啊，对不？伊宿舍以来都已经安尼杂染个非常严重，那么都唔是安尼会当马上会当化解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佛陀嘛无法度会当教化所有的众生，因为咱讲因缘法唔是单独的，唔是佛陀想要教吼、哦，这个教导咱的所有的众生拢比较教导呢，吼、哦。如果咱的这个习性非常的歹，我唔听就是唔听，唔互你多就是唔互你多，佛陀完啊无法度。所以咱讲佛陀唔是万能的，吼、哦，有人讲上帝万能，咱讲佛陀咱唔是万能，唔是万能的。佛陀同款是伫因缘法的
这个吼规则之下的。所以咱讲真理的法则就是啥？因缘法，不可远离因缘法。嘿，吼、哦，咱要认识真理啊，袂当违背因缘法啊。吼、哦，愈会当看透这个因缘法呢，咱就愈接近真理。吼、哦，咱愈安尼自以为是，咱就越远离真理。吼、哦，这是咱愈执着，那么就愈执执念，愈执念就愈背离真理法则。吼、哦，会背离掉。吼、哦，所以咱如何转执念为清净？那么除了讲修法宝以外，修智慧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代志，因为为智慧才有可能转执念为清净啊。就是放下咱的执着，吼、哦，会当含真理呢去相应。一旦有真理的时阵呢，咱就袂起颠倒，咱就烦恼会减少，吼、哦，无明会减少，吼、哦，会当予咱为无明慢慢清明起来，吼、哦。那么迄是智慧的一个力量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佛陀就讲，吼、哦，纵然伊安尼遮尔啊拍拼，伊佛陀嘛是发无量无限的大愿安尼成就过来，嘛无法度度化所有一切的众生啊。哦，要有一两声实在是度化不行啊！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佛陀讲，我家己嘛是分身，哦，八千万亿，哦，佛陀嘛是会当啊，哦，伊佛的境界嘛是比菩萨摩萨搁较高，哦，伊嘛是为菩萨摩萨安尼一路过来吧，所以同款会当分身八千万亿的功德方便啊，哦，嘛是同款会当哦。好、哦，那么这都是为着爱随顺众生的关系，要度化众生，都爱先随顺众生。但是随顺众生，不是咱家己都无完整啊！哦，咱爱家己清楚，为什么爱随顺众生，是为着爱度化哈、哦。所以呢，这众生呢，很有力力，哦，较来的根基啊！哦，那么如果是力，哦，较来的根基呢，那么天文呢，都足容易都信受。信修啦，但那么要够一寡呢靠善果的，那么勤恳呢嘛会当善修，哈、哦。但是呢嘛是要一寡暗钝，哈、哦，比较较暗惰性的，无明较严重的，哈、哦，比较暗钝的，那么九化红归啊，迄都爱够较用，够较长的时间，慢慢来苦恳苦恳苦恳呢，那么大部分呢。哦，还是可以被度化的，但是呢，要搁有啥呢？业足重的，哦，对这个敬仰的心非常不容易升起。那么，就是讲，所有的众生当中，哈、哦，拢是啥各有差别嘛，对不？因为咱俗世以来所累积的这经济是无同款的，哦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只要咱有善根福德因缘呢，都有机会被度化。哦，如果咱的这部分经济太少呢，那么机会就较少哈、哦，都较难这个度化啊、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就讲如是颠簸众生呢，各个差别嘛。那么拢爱安怎呢？分心来度化啊、哦。所以呢，佛陀伊嘛是会现男诸心啊、哦。你需要以男诸心度化，那么赶快嘛，当现男诸心。你需要用女人心来度化，伊嘛就现女人心啊，吼、哦！如果需要用天龙心，或者是用神龟心，或者是用山林川源，吼、哦，即龟神的方式，吼、哦，呵其这个全景啊，哈、哦。那么会当安怎来利益的人的这个心胸呢？伊拢有法度来现这个心，吼、哦，来予咱所有的众生有机会会当得到度脱。吼、哦，或者是呢，伊现那个天地心，吼、哦，或者是现梵王的心，或者是现这个转轮王心。转轮王心呢，就是比较仁慈的国王。伊统治这个吼、哦、国家的时阵，伊如果啦非常的仁慈，非常的慈悲呢，那么百姓嘛会当受伊的感化嘛。哦，那么或者是伊现这个技术心，或者是现国王的心，或者是伊现这个。吼、哦，官员的心，吼、哦，
这个宰夫心、宰相的心啦，哈，或者是献这个官员的心，哈，官哈官的心哈。那么或者是献 BQ、BQ、BQ 尼、优博士、优博义的心，哦，出家诶男女二众，甲在家男女二众的心，那一字呢，先闻罗汉、辟支佛、佛诶菩萨定心呢，离依度法啊。哦，那么非但呢，佛心度现其见呐。哦，佛德呢，伊嘛唔是讲用伊佛德的心来度化一切众生，唔是。哦，伊嘛当拢应化心嘛，对吧？这个应化心，就看咱众生需要用什么心，用出家心或者是在家心，拢会用哩。哦，伊佛德要安怎变化，其实拢会用哩。哦，伊嘛当用菩萨的心嘛，所以咱讲顺，观世菩萨就是现，伊已经成佛，但是伊现啥菩萨摩诃萨的心，吼、哦，那一旦到菩萨摩诃萨以上，就是讲伊会当分身无所有，随顺众生，自在无碍，吼、哦，宽卡变通来度化众生，吼、哦，所以佛德嘛，唔是以单独以佛心来度现其情，吼、哦，如果有的人讲啊，甲佛德呢并无相应。伊可能甲罗汉比较较相应，吼、哦，好亲像讲，有个人是以解脱为主，那么伊就含罗汉才会当相应啊，吼、哦，那么嘛，唔是讲现佛心的会当相应哈、哦。所以呢，那么佛德呢，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累世劫来嘛是如此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伊讲五观，吼、哦，逆观呐、啊，哈、哦，五累劫安尼非常的辛苦。非常的精进来度脱如是难化功强罪苦众生啊！佛陀原来是下非常侪苦心啊，种种呢拢是为着咱这难化功强的罪苦众生啊！哦，好，咱时间。